內地男星華晨宇同張碧晨日前突然被爆出隱婚生仔，事後兩個人先後在微博發文承認，華晨宇直認已為孕婦，並解釋不公開的原因，而張碧晨亦有發長文詳細交代，透露華晨宇對佢懷孕一事並不知情，是自己選擇秘密生女，而且表示雖然雙方沒有婚姻關係，佢哋會努力去重新磨合，俾小朋友感受到家庭的温暖。事件一出即時引起熱議，更有傳華晨宇當初同張碧晨拍拖嗰陣出軌，得知女友懷孕之后更逼对方堕胎，而华晨宇工作室随即发声明否认种种传闻。